要求我吃到整块辣椒啊，好辣！恭喜你啦！哦，太辣了！我泡菜豆腐锅好了，好想吃哦，这个真假的？你煮泡菜豆腐锅的时间比郭雪芙煎蛋的时间还快。对啊，是这样吗？他煎了四颗蛋，我煮了一锅。是啊，感觉这锅汤也挺解酒的。对啊，又是解酒，永远都在煮解酒汤。可以，这个辣我可以 ，OK 吗？嗯。那好像也是属于比较厚辣的感觉，对对对，它蛮辣的。对啊，你家很多辣椒？哦，绿色的两根，红色的应该六根吧。哇，红色的很小，红色的很小。哎，你们都吃辣的吧？没事，吃，爱，无辣不欢啊，有辣。这后劲真的很强，嗯，真的辣，你喝一口就会爽一次。那我已经真的是需要汤了，真的汤跟泡面 ，yes。对啊，现在煮掉泡面进去也超好吃。嗯嗯，你怎么停下来了？休息一下。被辣到了，对不对？那汤我已经完全不干了。真的，对，一直在流鼻涕。我要求我吃到整块辣椒啊，好辣！恭喜你啦！你知道辣椒本人？嗯，我知道辣，我遇到辣椒，哎，辣椒你好，我遇到他本人。真的。哦，我告诉他们，我一下。哦，太辣了。喝了这咖啡不会更辣吗？血液循环太辣了哦，但这个辣我喜欢，遇到辣椒本人不是已经把它灭口了吗？怎么会出现？他跟葱躲在一起，嗯，灭辣。我很怕辣，所以那个我没吃，喝了就没喝，汤我都没喝。你怕辣？你不是麻辣锅的吗？真的。我也中了辣椒本人，本人哦，辣椒本人，打个招呼，好辣，真的很辣。哇，咬下去那一瞬间，对啊，它就这样，你们注意了。快，你拿筷子戳戳看有没有软，有，是松软的那种软。我觉得可以，可以了吗？已经没有那个呛辣腥辣。可是它是整个软的吗？但没有，不是像那个我们吃那松软的，但它已经没有生大蒜的味道。就还没有到完全松软，半我要一半而已。你们每一个都试完吃完了，吃完了吧？OK 啦，再试一个。我觉得是不是要加点盐巴、啊？哦，好啊。已经没有生大蒜的味道了。对，因为它马铃薯。对，但它又还没有到马铃薯松软的。对。哎呦，我觉得满嘴大蒜味。没关系，大家都是，根本闻不到。我昨天吃了好多大蒜，然后那个枕头是吹气的，然后就把它吹进去。把大蒜吹进去。吹完之后你要赶快压住，不然气会喷回来。好恐怖！它有晚上有慢慢的泄出来了。没有，它喷回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整个脸都是大蒜味。早上的时候，没有我在吹的时候，你要压住它，超恶。这个枕头没有办法再给别人用了，拜托写他的名字，让他带回家，不要浪费。我的露营料理大公开，想知道我带了什么拿手好菜出去吗？赶快订阅《光露营就很忙了》YouTube 频道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